呀，刚刚睡了午觉，把头发梳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小，现在是下午时间啊，这两天都不上班，坐到这儿喝点下午茶。其实我这个也不是下午茶，是那个豆奶粉，好久没喝了，买到。然后秀秀今天也告诉大家一件比较，怎么说呢，比较好的事情啦，就是秀秀在外辛苦这么几年哈，决定今年入手一辆30万左右的车子，因为前段时间哈。小副业通过自己努力哈，还是有一笔小财富了嘛，嘎。
说到这儿我也不谦虚，哎，反正我就是想买一款车。身边我跟身边的朋友也说，我说我想买一辆雷克萨斯，然后身边的朋友也跟我就是建议，你为啥要买雷克萨斯呢？你怎么不买奥迪、宝马那些呢？是不是？你可以买，就是说买个小型的嘛，哈，小型的车子价格都是差不多的，还有面子点。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对雷克萨斯比较情有独钟。纠结呀，你们反正给谁出个建议嘛？我未婚，到底该不该买车呢？还是是否买车？给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